打榜呢连续直播了12天啊，着实是有些累啊，现在浑身酸痛。鸡哥呢给我推荐了一家泰式按摩店啊，他说这家店他经常来，服务非常的好，然后所以呢我也非常好奇，我就来体验一下，今天来做一个按摩保健，大家跟我一起去吧。中等，中等。第一，这边有受伤或者是不想按的地方吗？那是会所有地方都按到吗？从头到脚都会按到的。那先按吧，先按了再说。你这个项目有什么推荐的？这边推荐您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我们的泰式普法按摩，它的话是很有很多拉伸动作，然后像瑜伽那样。对，既然他推荐，那我们就一起试一下这个。好吧，那就这个吧。行，您稍等一下，你加轻点啊，我这个。别把我给折了，放心。你这按摩挺好，你看你又按了摩，还当做了瑜伽，对，特别好。今天不用去运动了。痒不痒？还能忍。这里很贴心的准备了这个小册子，防止等一会儿我跟泰国的技师沟通不了。这有，我要学一下"轻一点"这个词，这个对我很重要。泰语是。欢迎不欢迎不。好了，开始。热的。我要睡了，晚安。是我听到我的筋在咯咯咯咯咚。不放松不舒服。好，放松。他说不放松不舒服。我是靠测试你。人啊，人不要把眼睛遮起来，不让看，不然会引起恐慌。哦。Hello, please try again. This. 温摩，温摩。哈哈哈 OK, OK, stop here. OK. 你好大。就是它的熟度是正好的，好吃。来啦，吃饱喝足也按摩舒服了，现在呢可谓是元气满满的，我又复活了，耶！可以出去浪了。下周大家想看我们去哪里玩，可以在 vlog 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